傅先生您好，刚才我已经看了我们这个舞蹈剧《鄂尔多斯婚礼》啊，那我觉得这部剧非常精彩，今天是不虚此行。那在这里呢，首先我想请您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作为这个餐厅的经理哈，来谈一谈这个经营者当初的这个构思和理念。这个就是说，在这个餐饮市场的话，更多的话是目前的面临着这个利益竞争的这种压力。更多的话应该就是说，从老板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更多需要找到一种差异化的产品。在他之前的话，他等于说是自己建立一个企业，人家建立了一个品牌，这个西北莜面村。这个西北莜面村的话，他的初衷是把草原上的文化带到大都市，人家成功了，从2元钱的莜面来到北京大城市之后，他能卖到16块钱，那等于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也就是说他产品的差异化已经产生了。在这个同时，有一个偶然的这种机会，就是说，在这种，专家级的一些这个艺术家们，他在交流过程当中，他从这种艺术与这种餐饮的企业家他之间的，在这交流过程产生一种火花，这种火花的话，就最终就促使了这种餐饮和艺术的结合，也就是说，他们经常说的，他这种构想就来源于他们5个创作者在一个蓝色的小屋。迸发出的一种灵感，创作灵感。那您刚刚提到的这5个创作者都是这个餐厅的经营者吗？应该说是舞台的艺术的创作者，经营者只有老板一个人。那么这部舞蹈剧呢，是从2001年演到现在，已经整整7年时间了啊。但是我看到今天你们这里还是高朋满座，就是说这个是十分被观众认可的。那么经历了7年，为什么到现在为什么什么原因你觉得观众还是会很喜爱并且到这里来观看这个舞蹈剧呢？应该更多的是靠这种，一个是这个蒙古文化的这种表现的形式，因为是他们蒙古民族，它是一种很彪悍的民族，那么他们也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一个民族，那么这种热情很容易感染，在这种用餐过程当中或刚观看的过程当中，能使人的热血会沸腾起来，那就容易引起人的感动，这种感动的话会产生这种记忆，这种记忆的话它会反反复复的，人的需要这种感动，因为有这种感动，他生活他感觉到这种应该来说大家对于一个很好的一种情绪的表现然后的话尤其是这种商务宴请的这种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话，人的话就是说，我在商务宴请的同时，我如果体现我的真诚，体现我的热情更多是用自己心在做，在选择一个比较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去招待我自己珍贵的客人那我们的这种餐饮的表现形式往往是通过这种宴的表现形式呈现给最珍贵的客人，像歌舞服饰礼仪加上这种全羊等于说是表现了对客人的最自身的尊重。您这里的刚才您告诉我说这个票价就是说每个人的消费是316元，所以呢您说基本上到这边来商务宴请的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但是这个消费水平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对于普通的北京城市的居民来讲，那你们这个销售队伍应该也是非常强的一个队伍，对不对？等于说我们的销售的话，等于说是按我们自身的那个客户的这种自身的状态进行划分，尤其他们的那个消费人群的特征，你像我们的特别是在这个旅游市场的话，我们形成一个很大的突破从最初的60万到现在等于说经过4年的调整或不断的市场的开拓已经增长了800万，而且大部分呢都是这个入境团尤其是这个包括咱们一些海外的华侨来到北京那然后的话经过朋友介绍在北京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色餐厅能让他们能兴奋起来，能感动起来那就让他们来还有一些这个一些就是说海外的一些人士，还有一些这个欧美一些东南亚等等这些国家他通过旅游的这个渠道通过旅行社介绍来到这个腾格里塔拉这么一个具有代表的中国的民族文化，应该说是蒙古族文化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来到腾格里塔拉让他们来感受到这种
蒙古族的这种民族参与的文化，同时接受一种艺术上的享受。就说腾格里塔拉现在不但是在北京有名气，而且已经是名扬海外了，很多海外的人士都专程赶到这里来。那可能就像您刚刚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有的人客人到这来了之后呢，他觉得这很好，然后他回去可能会告诉他其他的朋友啊同事啊，就像一个活广告一样，这是不是也是你们经营成功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对，更多的是通过个口碑传播的形式。这种传播形式的话呢，就是叫一种几何级的增长，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八个十六个，十六个三十二个，这种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也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很多客人来到腾格里塔拉，从某种意义讲的话，更多是慕名而来，是因为就是说朋友的介绍让他们充满着想象啊，然后的话等于说是这种应该叫什么，一个应该说是这种品牌的提高的力度，通过这种口碑相传的形式让它达到一定的效应，然后成为某些人就是比较向往的一个地方。我今天是第一次看，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客人可能是来过很多次了，但是让我感到意外的就是说，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7年了，你们的节目是没有换过，一直是这个主题，而且您说呢，就是说基本上也没有很大的变化。那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一个主题可以7年都经久不衰，还是始终受到观众的喜爱呢？那就验证了大家的一句话，叫什么？艺术是永恒的，这就是艺术的永恒的魅力。它可能就像你说的，刚才说的，可能会再一个7年，再一个7年，那它就是说这种艺术的这种核心和灵魂，是人们的这种接受这种艺术的洗礼，它的感动都是一样的。只要他的这种有很强的艺术的感染力，那他就有生命，这种生命的东西，那么他就会变成永存。那是不是就是说真的你们还想要这样一直保持这种状态不变继续走下去，也许10年20年以后我们还是看到的是鄂尔多斯婚礼，有没有新的目标和方向？我们也在自身也在寻求突破，包括因为这个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它也需要与世界同步，它也注入新的元素，让它更具有时代的鲜活力，那等于说我们不是说就是说一直保证不变，包括我们现在的舞台上所呈现的鄂尔多斯婚礼这种表现形式，其实在民间的这种舞蹈啊歌舞啊再加上礼仪啊服饰啊，已经做了很大的艺术上的提炼和提高，其实它达到一定的艺术的高度，并不是说我们在未来的7年，再一个7年我们不变，其实不是不变，我们也在与世界同步，也不但在这种不变中找到自己的可变的元素，去满足客人对这种新鲜的这种追求，保证它的鲜活力。另外的话，我们也会寻求再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合适的地方，再建一家店，让这种我们所产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产品，让大家更能享受得到，甚至我们也希望通过一个合适的途径、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方式，到国外去拓展，这也是我们一个愿望，但是这个需要大家朋友的支持。好的，傅先生，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谢谢。那么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像一个剧院的感觉。那刚刚你也告诉我说，实际上这个地方原来也是一个大的剧场，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改成了现在这个餐厅。那就这方面的情况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这原来的话是海淀区的一个废弃的一个剧院，当时的话就是因为这种时代的变化呀，然后他这种自身的产品没有市场啊，他落寞了，落寞了之后的话，然后我们这个寻找这种电子的时候，刚好有这种这个需求，所以说这个经过改造之后，他就以崭新的面目示人了，对，就是说我们包括我们的装修的风格，包括一些装修的一些细微的一些装饰的一些元素，我们仅仅都是围绕着这个蒙古这种民族文化的表现展开的。
那么从2001年走到现在已经7年的时间了哈，我想养这么大一帮的这个剧团，对于一个餐厅来说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在这7年当中有没有碰到任何的难关，不管是经营方面的还是艺术方面的？就是这个艺术和经营方面的话，应该说是没有多大的困难，更多的是非典时期，给咱们酒楼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个东西这是叫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没法去改变，但是我们坚持，我们就会胜利，所以说，别人说很多事情的话，只要你坚持，再坚持，那就是成功的彼岸，非典期间呢，很多餐厅都没有营业啊。那你们餐厅也是一个月停止一个月的营业啊。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当初你们这个餐厅的经营者，在就是发生了非典这个事情以后，大家都很紧张。那餐厅要停业，因为没有人来，这停业是难免的。那你们的经营者当初是怎么考虑的？怎么样来做这个决定？然后又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来应付的？因为我们腾格里塔它从属于西北集团，它有很多餐饮店，它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就体现了老板的一种胸怀和一种魄力，因为他的所以说在这个停业的业的一个月的期间，他是对这个应该说对一种自身的这种信任，包括对政府的一种信任，他相信大家会经过这个事情会很快过去。这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风暴，我们也有足够的面对这种困难的能力。那么当初就是说在停业的时候，比如说我决定明天要停业了，那你们是怎么考虑的？是为什么想到就是说我们干脆停了算了？更多的是应该说是考虑到顾客的安全，因为顾客对我们来讲是他始终是至尊，应该甚至是不夸张讲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不应该给上帝带来任何的麻烦和不安，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呈现最好的美食，最好的舞蹈，最好的服务，让客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非典期间呢，我是在北京，那时候走在街上都没有几个人，可以说当时受到影响比较大的，应该餐厅算是其中的一类了啊。那个阶段，腾格里塔拉有没有，是不是一样也受到一些冲击？肯定的嘛，今天是整个餐饮业都受到冲击，那我们肯定也不例外。但是我们要更多的是要勇敢去面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不营业。但是可以把自身的这种专业的水准可以提高，舞蹈、服务等等，都可以让他这个时候应该说是一个练内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这就是说这个全世界也在关注，国家也在支持，那政府有这种面对战胜这种病魔的决心，全世界人民也有这种决心，那我们更有信心了。您说得很好。所以经过一段磨难之后，我们也成熟了，包括人们的这种对这种餐饮的这种卫生的重新的认识，同时他对他的标准的要求和提高，就导致我们到现在2008年我们也入选为海淀区的奥运的定点的餐厅，这是由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自身对这种卫生的标准，尤其是海外的游客，一些海外的那个中海外的那个等于是中国和国外的人士，他们经常来酒楼，那么首先国家对我们就有个卫生的标准，就放到腾格里塔了，招待客人很放心，特别是我们国家的中联部，他也招待大量的国外的一些元首级的人物，包括一些这个各个政府的一些领导性的人物，他如果要把他们的客人放到腾格里塔了，那首先考虑的就是饮食的卫生，所以说我们也在不断提醒自己。
那就是这个奥运的定点餐厅，这个其实我不是特别的理解。我知道就是说可能是比如说在奥运期间参加来北京旅游的一些是不是海外人士还是怎么样，具体是怎么来规划这个事情呢？更多的话，首先这个酒楼的餐厅的它的硬件的设施它必须符合这种标准，国际化的标准，还有你的安全啊，你饮食的卫生，更多的是应该说是饮食的安全，这是他我们作为来讲的话，这种入选的标准，最起码标准，还有这种礼仪啊，服务啊，你这个服务员是否具备啊，等于说是招待啊海内外人士的这种标准，是否能符合奥运的那种标准的需求，我们不断的提高自己，强化自己，为奥运期间国内外的所有的旅游人士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谢谢。Thank you.